感恩节大餐烤肉，感恩节后院烤肉，今天烤肉，看看羊肉串超大，还炖了一锅骨头汤。可惜应该烤点鱼才好。嗯，这个里面那么多鱼，怎么也逮不到呢？要命！感恩节快乐，后院烤火吃东西，过感恩节呀！还有我们的新车，感恩节礼物。哎，拿了什么鸡蛋？才刚收了两个鸡蛋。大鸡蛋还有花婆的。哦，两个鸡蛋。花婆的。哦，爸爸在生火，我们围在这儿烤火吃东西。我们烤了山芋，还烤了土豆在这里面。今天是什么节呀？感恩节。哦，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们今天昨天是中国的吗？不是，今天就是今天是感恩节，但是这个星期都是感恩节的假期。我们就在后院烤火吃东西过感恩节。看这个土豆烤的小冷冷的皮，没事，里面应该还没熟，放里面继续烤。两杯泡面，刚刚收的鸡蛋，我们来煎鸡蛋，怎么样？刚才烧的水，泡了一壶茶。加起来，煎鸡蛋。绝对新鲜，刚下出来的鸡蛋。泡面加鸡蛋，喝茶。看看我们家的鸡蛋，看看鸡蛋壳直接刷了。再煎一个，反正鸡蛋自由，再来一个，看看这个煎鸡蛋煎的怎么样。鸡在蛋在，鸡在那儿，蛋在这儿，加油。直接撒点黑胡椒，这个黑胡椒特别好，这是各种有红绿黑青几种黑胡椒，一研磨的过去。哎呦，就是烟有点干。哎，对，往那边去。人家两娃不喜欢吃培根，再煎个培根绝了。看看这个黄，看看这个鸡蛋黄。哎，翻身。嘿，好，
好，加火，没火了。泡面，泡茶，哇，这么好吃。坐椅子，然后这样坐这儿，然后这个放在这儿，我在外面吃一天。鸡蛋煎好了，端着锅吃。要来鸡蛋吗？嗯、来，煎盐来一半。好嘞，好，金黄金黄的鸡蛋，闻着很香，好香吧？吃吧。为什么没有东西在里面？是不是刚才我们才弄的？就刚才。从鸡窝拿回来的鸡蛋、哦、是四个的、嗯、为什么没有东西的在掉下去了、啊、掉哪不知道就在碗的最下面没事等会儿每天都少一只鸡最近我们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因为之前小鸭子也是被它叼走的在这儿呢这有只鸡一直站在这儿等上次小鸭子就是他叼走的就站在这儿他一直在等机会啊，等到机会就飞过来然后就叼走一只鸡看看我们家的鸡被吓的他们也知道然后他们也知道这个鹰来了全部躲在这儿呢全部躲在这个树下面全部在这儿都躲在这儿平时跑来跑去的不停地叫今天躲在这儿一动都不动因为这两天每天都少一只鸡我们今天就坐在后院就在看看鸡都躲在这儿了都躲在这一棵树的下面还有小鸭子全部躲在这儿平常就到处乱跑那现在躲在这儿一动也不动也不发出声音他们也在躲避危险看这一只鹰也不动在这儿呢这只鹰也不动他也在等待机会他就等着鸡放松警惕的时候过来叼一天叼一只最近我们连续都少了四五只鸡了就是这个外家伙今天看能不能把它消灭哇哦这一群一群的鸟然后它们飞的时候会像呜开我的新车溜一圈油电混动看看有没有电了有哟还有电还有最后一英里最后一英里仅存的一点电还可以再绕我们的房子一圈哎，开到哪儿去啊？出去了、啊，开出去了。就在小区里面转一圈。我以为你绕房子一圈呢。行吧。那要是它没电了，它就自动变成烧油是吧？对啊。好，那行，我们就从这边绕一圈过来，好吧？好、哦。在这等我们。只听到车轮声，没有发动机的声音。
回来啦，到哪玩去的？发动机有没有启动啊？没有，发动机没有启动，一直用电的，感觉还不错。这么多电啊？嗯，可以，车子不错，不错。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感恩节礼物，送给你看了，我也喜欢，这下是你的了，完美。以后就开着它去上学了。不管你就给它开着，窗户给它开着，但是我开了，没事。开着电车去上学。耶、星期一哦，星期一开不了，星期一看看。星期一开不了？没有上牌照，还没上保险。什么是保险？怎么样？问问看，这两天有没有人上班？